老板，早上好呀。懒得理你。哎呀，姐妹你咋了？黄了呗，黄了，又黄了！哎呀妈，一个月黄几次啊？一个月30天，你俩能黄48？我爷妈，改成我吃饭了。哎呀，行了，那前10回哪回我没帮你说话呀？我都跟你一起骂他吗？但到时候你俩幸福美满了，给我晾一边儿呢。行了，我哪回没哄你呀？我是次次哄，次次哄，那最后都是我成大冤种了。这回啥钱好啊？1分钟之前。还是2分钟之后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姐一会儿带你吃好吃的，等着啊。哎，老板老板老板，帮我干嘛？来，别哭了，快快快！哎，好了，想吃啥走吧。